好，十五的吗？好，稍等一下哈，久等了哟。来，大哥，你的五个二，久等了哟，下次又来哟。好，你好，小份的吗？好，三个小份，一共是45哈。还有，还有什么呀？好，稍等，后面全是啊。好，稍等一下啊。来，小份的，久等了，给你加点汤汁好吗？来，224，二不好，15的吗？好，7个小份哈。好，已经切了4个小份了哈。大哥，稍等一下，给你加点皮。嗯，拿点皮，给你加点汤不？加一点汤，灵魂汤汁哦，这个是。来，久等了哟哈。你好，帅哥，中午好。来，直播间的朋友们，对我们家猪脚饭技术感兴趣啊？猪脚做了7年的猪脚饭，嗯，怎么做出来的？感兴趣的话，右下角可以点点关注哈，朋友们。来，加点汤汁不？好，久等了哟。你好，好，小份的，肥瘦一样一半给你好吗？来，久等了，给你加点汤汁好吗？那边有蔬菜随便加，米饭不够随便添。你好，帅哥，久等了，小份的哈。好，232号了哈，马上223哈，加点汤汁哈，不加吗？好，你好，236号美女姐姐，久等了，是30哟。嗯，好，稍等一下，嗯，大家如果想知道我们家猪脚饭是怎么做出来的，嗯，对我们家技术感兴趣的啊，右下角点点关注哦，朋友们。下老弟，好，久等了哈，给你加点汤好吗，美女姐姐，你这个是30一份哈。你好，大份的，正常的哈，小份的哈，好，小份的，小份是15哈。喂，还加香肠噻？加香肠是20哈。好，一共50，美女姐姐。好，久等了哟，二一个哈，2个44，238，239号了哈。来，姐妹们帮我把二三零扣在公屏上，你们们帮我拿猪脚22一个哈，那边有蔬菜随便加。你们问题妹妹，我们家的这个猪脚烫不烫？烫呀，为了让大家吃到热的，我们这个把自己烫了都没关系的。猪脚小份大份，大哥，小份是15一份哈。好，谢谢。多少号了老弟？242。好，一个猪脚吗？大宝一个猪脚，全家福123，瘦一点的吗？好。帮我扣在公屏上，谢谢大家。婷妹妹，你的生意火爆了，是的，也是因为有你们呀，哥哥姐姐们，是你们让婷妹妹生意这么火爆的，感谢大家，你们是婷妹妹的衣食父母，没有你们就没有婷妹妹的今天，没有婷妹妹的直播间人气没有这么高，我们现场生意也不会这么火爆啊，姐妹们，妹妹给我捞一下，多少号了？247了哈，好，稍等一下啊。来，这是猪肘，肥瘦都来一点的好吗？好，今天吃了全家福，日子越过越幸福哟，大哥。好，稍等一下啊，还有猪脚哈，猪脚是一整个的哈。来，还有一个猪脚，给你加点汤汁吗？要不要加点汤汁，帅哥？不加吗？好，来，久等了哟，那边有蔬菜，随便加，米饭不够随便，可以吗？不香肠吗？不香肠吗？好，稍等一下。猪脚没，还有的哈，美女姐姐。猪肘拼香肠吗？好，妹妹给我拿一下猪脚。来，一个猪肘拼香肠在哪里？猪肘拼香肠放这里哈。20的，还有一个猪脚拼香肠吗？还有两个猪脚。两个猪脚吗？两个猪脚44，一共60头客多呀，姐妹们，我们确实是回头客很多的哈。来，稍等一下，我给你加点汤。好，全家福41一份哈。多少号了，老弟？333号免单吗？好的，253号、256号了哈。全家福吗？好，今天吃了全家福，大哥日子越过越幸福哈。不用谢。来，猪肘香肠是我们家自己灌的香肠哈，给你加点汤。汤汁好吗，帅哥？要不要加点汤汁？要加的哈。好，稍等一下哈。318还是333？姐妹们，重新扣一下，333多还是318多？我们在屏幕上乘起来哈，乘起来的话，姐妹们就选哪个，好不好？大家没有点254，不对吧？刚刚253吗？254号帅哥，来，久等了哈。加点汤汁吗？好，254号帅哥，255号美女姐姐，中午好。一个猪脚加个汤吃吗？蔬菜随便加，米饭不够随便添。好，333，好，姐妹们，那就333好不好？刚刚是222，我们现在是333。好，加点汤吃哈。那边有蔬菜随便加，米饭不够可以随便添的哈，美女姐姐。你好，帅哥，那边有蔬菜随便加，米饭不够可以随便再添的哈。来，你应该不是第一次来了哈，给你加点汤汁，都是老顾客了哈。好，他们说的都是老演员，是大份猪肘是17哈，250多好了，259号帅哥，给你加点汤汁好吗？那边有蔬菜随便加，米饭不够随便添，万一只小份大份，两个大份小份。
分的哈，好，稍等一下哈，稍微肥一点的吗，美女姐姐哈，260号美女姐姐要肥一点的哈，大家帮婷妹妹点点赞好不好，哥哥姐姐们，2份34，美女姐姐，好，稍等一下啊，给你加点汤汁，久等了哟，美女姐姐，261、12哈，久等了，262号，大哥中午好。一个猪脚吗？一个猪脚22哈，那边有蔬菜，随便加，米饭不够随便添的哈。下午还有的，这个好大方，都说挺妹妹大方是不是？如果觉得挺妹妹大方，左上角可以点点关注。263号、264号，帅哥，猪肘拼香肠吗？好，稍等一下，老弟，来两个猪肘拼香肠，肥瘦一样一半的好吗？好不好？好，稍等一下啊，这个是猪肘哈，稍等一下，肥瘦一样一半。重庆的啊，我是重庆的幺妹儿哈，这个太肥了，不给你啊，大哥。来，这是猪肘哈，再给你加点瘦肉好吗？来，这是猪肘哈，肥瘦一样一半，肥瘦搭配有滋有味，好想吃。想吃的话，早上就可以点点关注哦，宝贝。来，久等了呀！你好，美女姐姐，269、270哈，对，22，姐妹们帮我把270扣在公屏上，帮我把270扣在公屏上。来，你好，270号，帅哥，中午好，吃什么呀？猪脚吗？好，稍等一下啊，我把这个打包的打了哈。来，你不要说。来，猪肘新香肠，好，稍等一下啊。好，可以了，打包的好了哈。你好，大哥，中午好。猪脚饭吗？猪脚是22一个哈，多少号了老弟？271哈，271，来久等了呀，那边有素菜，老弟。来，你好，大哥，中午好，272号，帅哥，中午好，吃什么呀？猪肘拼香肠吗？好，猪肘拼香肠是21份哈，那边有素菜，随便吃，米饭不够可以随便添的哈，给你加点汤汁好吗？这是我们的灵魂汤汁，久等了呀。270，猪脚拼香肠是37，这是最后一个了吗，妹妹？猪肘是吧？不好意思哈，不好意思，大哥，来猪肘拼香肠。猪肘拼香肠，肥瘦搭配的好吗？好，给你加点汤汁好吗？猪脚75了，好，瘦一点的吗？275，姐妹们帮我把276扣在公屏上，帮我把276扣在公屏上。来，久等了哟哈，双拼，加点汤汁好吗？都不加吗？好，灵魂哟，好，稍等一下，276，277号，美女姐姐，中午好。纯瘦的吗？小份的吗？好，稍等一下，小份的纯瘦哈，大份的吗？大份是17号，美女姐姐。好，稍等一下啊，277号，美女姐姐，加不加汤？要加汤哈。277、278号，美女姐姐，哇，都是美女姐姐。278号。